梦见别人送我鸡蛋。梦见别人送我鸡蛋，一般预示着你最近的运势不错，想要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就会获得不错的成果，是祥兆。商人梦见别人送我鸡蛋，预示着你的财运不错，会有机会获得别人给你的好处，对生意的发展很有好处。办公族梦见别人送我鸡蛋，预示着你的工作运势不错，会有机会接触到新的领域，也能够学到新的知识。孕妇梦见吃别人送的鸡蛋，暗示你最近要多注意自己和腹中宝宝的健康，注意营养的均衡和全面。